会有展延嘛，因为疫情嘛，像全部的合约我们都展延三四个月。就是把它稍微擦干了，把那个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水拿掉。在炒饭的时候会看得出这个绿绿的，很多人他甚至他就问你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豆腐为什么是白的？”这个菜啊，这个姜的味道很重要。然后我们味道就简最简单的调味就是加酱油，加一点料酒，然后一点点盐就好了。哦，再煮的通常会煮比较久。一个便当给他两球，嗯，哇，好好吃，放了豆干这个，这个好吃，真的不要那么皮，这样就把它改变位置，它在这里打开来就会很漂亮，嗯，就是这些东西的那个冲击感。这样摇一摇，小姐走了，谢谢，拜拜。